两个一个母胎单身，一个24K 纯直男，逛女装店咱们俩合适吗？别废话。哎，这件还不错，挺清纯的嘛。我开始后悔为什么要找你。这个真的还可以啊。哎，小袁，这家店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两位想买？哎呀，走，累死我了。哎。